去年苹果更新 macOS Mojave 后，便导入了系统端的黑暗模式、暗黑模式、Dark Mode 功能，让偏好较暗色系主题的使用者可以直接以此选项来启动所有支援此模式的应用。而在首批原厂应用支援之后，现在也渐渐有更多第三方应用加入了此资源。虽说 Google 的手脚在第三方应用中已经算快的了，但还是等了一阵子。不过终于暗恋模式正式登上 Mac 版 Chrome 浏览器也已经成为现实。先前我们已经在测试版被发现，等同于即将降临 Chrome Windows 与 Mac 测试版暗恋模式支援，想不到居然是由 macOS 这边先行提供支援。在最新的73版更新之后，所有 Mac 版 Chrome 浏览器的使用者将可以获得系统端的暗黑模式支援。基本上你只要有在 macOS 就要启动了深色暗黑模式的外观设定，一般外观深色设定，这个版本的 Chrome 应用应该可以顺利被改成如同手动那样的黑灰配色，所以使用者应不用做什么设定就可以自动变成新的主题。简单对比原本的改为深色暗黑模式后的 Chrome， 虽然很多人都说其实早在无痕模式中启动的时候 Chrome 就已经是暗黑模式了，不过这个人比较后发现其实先推断无痕模式好像是在色彩显示方面还是比较正确。目前暗模式资源有些文字依然是深色系，就难以辨识。不过相信 Google 应该很快修正这些问题。好了，既然更新都来了，还不赶快打开关于 Google Chrome 检查一下更新是否降临，然后双手合十，希望不要出错。